们开始爬山啦。到了之后，我们看到别的人停了车，下车都穿了一个小羽绒服，然后我们俩都穿好少啊，还好我今天带了一个内搭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羽绒背心。哇塞，这个前面这个路，哇，哇，这个 trail 真的好多这种石头，就是那种看着不像是路的路。所以我今天本来还带了相机的，估计都没办法用相机 vlog 了，就拿手机随便拍一点吧。天哪，我走到了一个死路，应该往哪走 ？OK， 我们走到了一个地方，不知道该往哪走，结果是往这儿走。来吧，走吧。别怕 ，Pepper， 你是疯子吗？你是小疯子吗？他之前不会吗？没有说会，反正就是他给我发了几个指令，里面没有 shake hand 这一条。来吧，对 ，shake， 哦，你真聪明啊 ，Pepper， 太聪明了，嘻嘻，出门啦。小哥又上线了。好吃吗？看着这就爽。
累了，累了，累了。好的，我的鸡爪可以准备去上空气炸锅炸了。我这次发现可以在外面炸，就不会家里那么大味道。终于我的鸡爪全部都炸好了，是不是干巴巴的？但是接下来就是放水，然后泡一个晚上，它就会起那种虎皮。我感觉我这次可能温度有点高了，不过也还好，也还好，嘿嘿，好，给它泡水。Summer's end, by the campfire, all my friends in our empire. Yeah, wasted time never feels wasted when I'm wasted. Lately, I've been questioning what I'm doing here. I'm burdened by the weight of